针对他们，我们是在有发现说他们在强度上面会比我们本土的球员来得好，所以但是我们这次的球风会比较偏向不会跟他们正面的对抗，会运用多人的方式去针对他们去做防守或者进攻。我们有一些球员他因为疲劳累积，他有一些受伤的情形。那这次的话，当然在后防上少了俊之外，当然有一些影响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本土球员目前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在比赛当中去做亮相这样子。那我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去专注在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，去把它做好。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跟杰志有一个拼搏的机会，可以拿下胜利这样子。